像夏天里池塘的青蛙在叫，呀呀呀，自然的放松，呀是娘娘的缩板，娘是娘娘娘，这就是咽音的练习，没事就娘娘娘娘，这就是声带的按摩，声带，声带是怎么讲的？大家看，这是个喉结，喉结是三角形的锥形，前头是挨着的，后头。在我们的后面是一个叉，当说高音的时候它会变短变薄，假如我们说低音的时候是包子皮，说中音的时候是饺子皮，这么薄，当然要说高音的时候就变成馄饨皮了，不会成大馄饨，很薄很薄，一大些透亮，就当变薄变短的时候声音就变高了。所以你们有一个错觉，不要以为很大声声音就说得很高，这是两个概念，转速和车速是两回事，虽然转速越快车速越快，但是你空转的时候你 空着红油门就是一万转，车是不动的。所以一个概念，当你要很大声说话的时候不一定声音很高，你想大声说话一定要把调提上去才能有穿透性，你大声说话就像一个散弹枪一个猎枪，只能打五十米打飞碟哐一下，可是我们今天练的声音是来自枪，狙击手用的那枪一打就是一千米，只要看到的眼睛能盯到的东西，手一扳猎物就硬枪声耳落，我们要练这个要把声音练成什么样，看得见摸得着抓得住，你要想说给谁听，我要说给游泳池的那个教官听，我大概预测一下三十米，我就会告诉他为什么现在还没开门，一定要把调提上去才能说这么远，你再大声他听不到，因为传不远，牛的声音很大，没有驴的声音叫声，驴叫它是这样，牛的声音是像羊一样叫，它声音是很大声，是散的，是胸腔共鸣，传不远，反倒是有些猎物是就传得很远。同样我在这说话，你们现在在不同的距离，我用很大声啊，你听不见，因为我传到这就散了，一定要用像子弹一样，所以概念搞清楚，声音大小是分贝，你这个人太噪音了，你这个摩托车就排气管就买一个嘛，咚咚咚咚，声音很吵，叫分贝啊，分贝太大了就不罚款，你这个人噪音太大，十点钟开始唱歌不好，是吧？声音的高低叫赫兹，是振动频率，振动频率越快声音就越高越尖啊，首先把概念先洗一洗，就是我们今天哑嗓子挨刀就好冤枉，无名无故的就被告上法院了，就变成了被告了，对不对？打官司你我干嘛？我也没惹着你，干嘛告？是不是搞错了？实际上是理念搞错了。首先要用气去说话，要用气去唱歌，要用感情去说话，要用感情去唱歌。就像我说的话，以气代声，以情代声，声情并茂，说话也要有感情的去说，不管对师长，对我们的下属，还是对我们的客人，都是充满了感情去说话。而且大家看鼻腔，我现在说话你看没有麦克风吗？声音要逼到这个鼻腔里，像刚才这位他就是拿嗓子眼说话，就是这样说话。这个冤枉在什么地方？我们说话根本不用这个地方，把这个地方卸下来放到后面说话。所以你们说了半个世纪三十年，说了三十年话都是不该说话的地方，让他说话干嘛？这个地方是个通道，你不能在雪山隧道或者新开隧道随便的停车换轮胎了，你怎么也要强行的跑到出口。这个地方是个通道，他不能在这里做任何动作。而且我说过了，唱歌说话有三个缺点：挤着说话，挤着说话，我说话就是这样说，怎么样？很伤嗓子。唱着说话，我说话怎么样？就这样。压着说话，赵老师，我觉得我是搞戏剧专业的，你听我声音好不好听？这都是错的，挤着唱、撑着唱、压着唱，或者压着说，这三种都是错的。怎么样？说话和唱歌都要吸着唱，吸着说话。我是倒吸气，我这样吸进去，我不但不挤压它，我控制它，我一口气可以说20秒、30秒，我再换气。你看，我现在讲话是吸着。我一旦把气吸到后面，
我不是挤压，你们都是挤压，所谓的丹田挤它，把横膈膜很快的挤上去。我们好不容易吸一口气，我说过横膈膜是这样倒放的脸盆，当我们吸气的时候是往下吸，全面在膨胀。你们现在吸气都是腹式的、胸式的。女孩子肩胛骨锁骨的呼吸法就叫胸式的呼吸法，一说吸气或者一吸饱了抬胸都是错的。这只有是气管和支气管，没有吸到整体的肺也在这里。肺有多长，就像从基隆到高雄那么长。你们把气顶多吸到了台中，吸到了新竹，只用了一半的气泡。好好的20公斤的气罐，你一次就把它灌满嘛。啊，就我们今天加钱不够，灌个5公斤吧。人家煤气厂也不给你灌，20公斤就是20公斤。我们肺长这么大，大家记清楚了，我们右边的肺是3个叶片，左边的肺是2个叶片，不是像肾脏2颗。你就知道，在我们的生命中，在我们的生活中，肺这个器官是最庞大的器官，比胃还要大，它有5个，3层在叠着，我们叫叶片，3个叶片。左边你们都不是用肺去吸气，都不用横膈膜去吸气，只是用气管和支气管。你们多冤枉啊！你们嗓子受伤，打仗打老虎要亲兄弟了，这个好了，一看老虎来，你跑掉了，光剩一个了，这还不行啊！两个人一起，你还吸引他的注意力，你才能打虎嘛。今天说话唱歌是一个总统的总统，隆隆统统，所有的肌肉群都要参加，并不是光是嗓子眼儿。而且我上次有说过了，说话都知道要用丹田，可是丹田在哪儿呢？你们都说是肚脐的下三指，那我们的这个老同学已经学了4堂课，包括2次的听证会，礼拜一的班和礼拜三的班他都参加了。那你现在告诉我，站起来，我们今天赵孟奇和孟麒麟歌唱和说话的丹田是哪7个部位？请你站起来，他已经倒背如流了。我想你身份证字码是多少，你的密码是多少，你要背出来，哪戏里背，现在你要说出来。来，站过来，跟你说，长这么漂亮，让大家看，唱戏的人就是一个好鼻子，你看他们几个人鼻子多漂亮，这爹妈给的，你看见没有？说大丹田，歌唱丹田。歌唱丹田是腹胸背腰肩颈臀，是7个部位。我们是7缸的发动机。来，我们俩一起给大家说一下，我们说话歌唱有7个部位，就是我们的大丹田。大丹田是什么？就和呼吸有关系的肌肉群有7个部位，而不光是膀胱，不是肚脐的下三指，更不是锁骨和胸骨，这都是错误的。来，7个部位大家记一下，7个部位：一半气，腹、胸、背、腰、肩、颈、臀。这个臀部的肌肉是最发达的，如果练武术的人一定是蹲马步这样练，是不是道理？你要是唱歌都不用这两块肌肉。武术有2句话，手是2扇门，全靠脚打人，脚多粗啊，被打一拳不要紧，被踹一脚可不得了了，内脏都出血了。所以你为什么不要用这个下盘，这就要发动机的底盘。你发动机跑得再快，你底盘很轻，一下就翻覆了，台风一吹就吹，你的车有多重，你的底盘就要有多重，你才能跑那么快，是不是这道理？所以我记了这7个发音的部位，和呼吸有关系的，我们的丹田有7个部位，你们没有用到，那么你就吃亏吃大。再说一遍，腹比一下，请起立。永远记着，我们是7缸的发动机，不是摩托的3缸发动机，只是丹田的肚脐的下三指，这是错误的啊，这是逆式呼吸。所谓的腹式呼吸，在意大利的歌唱家认为是逆式呼吸。我们的单行线箭头都朝这边，人家都是这样过，你胆子很大，你头朝这边，恐怕只有救护车和救火车，连总统车队都不敢倒着走，对不对？那等着撞车了嘛。这叫逆式呼吸，逆式呼吸就是错误的呼吸，把气一直吸到，吸气是鼓出来的，鼓出来不要紧，他们在用气的时候是也是鼓着用气。大家躺在床上，俯卧撑，仰卧起坐，起立。你如果小腹不是往里收的，你绝对起不来。不相信你让你的儿子或者你的男朋友压着你的脚，你这样抱着往上起立的时候，你的小腹一定收着才能起来，否则的话你就往外鼓，你试试看，你绝对起不来，这好像被人压着了。所以证明我们的唱歌说话小腹是往里收着，这是活性塞，是
敢逆时呼吸，不敢往外顶，一定是往里顶。这个活心塞，今天活心塞点着火，是把活塞压下去，而不是一点火把活心塞打出去变成子弹。我上次那摩托车就是被他报废了，他只拧了两下，他就接电话去了。一发动车，那个活心塞就像子弹一样，砰，从玻璃就出来，还没伤人。这就是我刚好运用这个，正好是我，就觉得我们今天火星塞是为了点火，把活塞压下去，让活塞转动，让我们的摩托车走或者汽车走，而不是一点火火星塞跑了。这个逆时呼吸就是火星塞跑了。你明白吧？也不能干干，也不能跑，是活塞压下去，这就叫动力和反动力。当我产生强烈的动力的时候，活塞是活的，还有驱逐链的。所以今天我这样用发动机的原理，所以他们很多的歌星，不管我不点名，他们都教大家腹式呼吸。腹式呼吸是不是一种呼吸？也是。早在300年前，从胸式呼吸意大利的老师们、先辈们，300年前就是我们的明朝和元朝的时候，他们就在研究美声唱法了。他们用胸式呼吸，也觉得气太短不够用，尤其是女孩子，一气气在这儿，一个歌剧要唱4拍8拍，根本不够用，一口气要唱到8拍，一公子要拉12拍。你们那中间换工知道吧？所以不够好，研究腹式呼吸吧。起来，哎，这吸得多，你看见没有？好，这么长的间歇，可是用的时候又不够了啊，没有，线路太长，运不上来。就像拿破仑和希特勒，他们两个人败在哪里？败在俄罗斯的战场。苏联太大了，冬天太冷了，他把所有的东西能吃的、能用的全给烧光了，你就败在那里。所以这个气路的线路太长啊，输送上来的时候已经没有力气了，嗓子又受伤了。唱歌不用嗓子，是用气。线路太长的时候，兵力就不足了，气力不足了。所以腹式呼吸也错。所以今天我们说7个用胸腹式混合的呼吸，就在这个位置是最合适的，也不浅也不深，力量最大。当我们拳出来这个时候是最有力量，这个时候还没有发力，太长了就是空拳了，打不到了。一定在他2/3的时候，这时候打的对方是最有力量，就我们正好是在人体的2/3下边1/3。所以我们的呼吸是腹胸背腰肩颈，一定要倒背如流，任何吸气的时候都要想着7个部位，这7个部位都要参加啊。腹胸背腰，预备起，腹胸背腰肩颈臀，大家背一次，一定要记着我。今天先学呼吸，今天记得这7个字就值200块钱。没有一个人会说用这7个部位去呼吸，都一说丹田在这儿，没有一个不说在这儿，全是腹单杠发动机。我又没有反对腹，我又没有反对胸，没有，都有。腹就是我们第一个，腹胸还不够，这2杠发动机能比上我们7杠的吗？还有背腰肩颈，还差这个颈。这个颈西班牙斗牛，它的脖子最有力量，有没有把牛身上腰上绑个绳子，都是在肩膀上绑着一个，让他去拉犁，把犁地，是不是？牛的肩膀最有力，人的肩膀也很有力。像美式的橄榄球，就是用肩膀去顶对方，一码一码往前走。背厉害不厉害？这就是我们的大梁。我们今天能站着，就是背直肌和脊椎撑着我们能够站起来。腰厉害不厉害？练力，不管是打网球、打橄榄球，还是打棒球，都是腰的力量，是不是？腰当然要用。唱歌为什么不用腰？腰也用。厉害不厉害？这2块肌肉，说实话，我们就这一块肌肉，就比任何胸大肌、比任何女孩子隆胸隆的还大。这2块肌肉多有力量！这就是蹲马步的基础，唱歌也要蹲马步啊。所以腹胸背腰肩颈，这7个就是你们将来嗓子就有声音，想骂谁就骂谁，想骂警察就骂警察。怎么了？要有气力，还没说，哎，我哑了，我嗓子又哑了，没办法，想报仇都报不仇，王子复仇记。基督山伯爵复仇记就是复仇，你今天惹到我，不报时候不到，30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，听得懂吗？腹胸背腰肩颈臀，来说一下，预备起，腹胸背腰肩颈臀。我们乡下人挑水的时候，手无缚鸡之力。